全球第一个建在水上的苹果旗舰店，哎，居然是在新加坡的金沙商场，哎，和 LV 亚洲旗舰店一样，这座水上圆球最近也是吸引了全球的目光。因为之前啊，我就看到金沙在造这个球了，但是当时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。但现在呢，它就命名为 Apple Marina Bay Sand。目前啊，在新加坡有3个苹果店，第一家店呢就坐落于乌节路，相信很多小伙伴来旅游的时候一定都见过。第二个呢就坐落于新耀昭仪，哎，就是机场里有大瀑布的那个地方。现在啊，第三家苹果店马上就要开了，有没有看起来很像太空飞船？真的不得不说，新加坡的很多建筑设计啊，超级天马行空的，你们觉得嘞？